5分钟就能发现的事实。我的建议是，台北市政府要认真的去面对。曾操刀柯文哲官方赖账号，担任柯团队数位行销总监的 Grace， 针对北市府爆发的王军争议，再列出新证据。脸书发文公布8组 IP， 前面开头都是 117.56， 直言这些都是来自同一个网域，地点正是会展产业发展基金会，时间点甚至还可以追溯到2018选举年。2018就开始了，比如说有些账号就专门酸姚文智嘛，基金会那边的那一组固定 IP 哦，他发文的时候下面会有特别推文的，也是有一些固定的 IP， 七八个哦。对啊，然后连贴文都有。108年12月25号 ，PTT 一则发文，明明是要发私账号，却不小心公开。内文要大家提供网络行销执行成果汇报 KPI 达成率。仔细往下看 ，IP 一样来自117.56.178。Grace 表明，北市府网军生态恐怕行之有年。每个人来这个基金会就是哦，登录 PTT 打开登录哦，发文。他的职业是保全也没错啦，他就是保护。去看一下说我的这个风向跟舆情。网军争议抱不停，先是一则 L 开头 PTT 账号三月初在八卦版上造谣颜色正确才有主治医生到宅，矛头指向中央防疫政策。同一个账号被起底，一月发文内容提的是女朋友，三月变老婆，还生了三个小孩，遭质疑发文不实。经过 IP 位置比对，都来自同样网域，民进党北市议员要求市府厘清，养了这些网军来带风向呢，这到底是组织行为还是个人行为？北市第一时间澄清，阐述自身遭遇无关网军，但是发文地点都来自北市府，昔日贴文也再被掀出，恐怕得仔细交代才能适宜。三立新闻陈君杰、温文轩台北报道。